洛杉矶地区59万起的两层三房的全新小独栋什么样？今天咱们来看一下。大泳池、大片的公园，还有大片的绿地，这个社区非常的漂亮。大家好，我是在洛杉矶做房产的 Chris Liu。今天呢，咱们来到了大洛杉矶地区的 Ontario 来看这样的房子。首先呢，这个小独栋有一个前院，有一扇大的玻璃推拉门。院子倒不大，但是这样做的话会让室内的采光非常的好。整个一楼呢有客厅、厨房、餐厅、半个卫生间，另外呢还有车库，都在这一层。相信大家都注意到了，这一层有非常多的窗户，可以让更多的阳光进到室内。这个户型呢是1500多尺两层的三房，2.5个卫生间，两车位的标准车库。现在呢，咱们是位于二楼的主卧，这个主卧的面积非常的不错，而且呢是带有独立的卫生间的。这个户型呢有3个房间，都在二楼。现在呢，咱们出了主卧去看两个次卧，这个户型呢是2个次卧共用一个带洗浴的卫生间，并且呢洗衣房也是在这旁边。这样的房子呢仅仅59万起，再加上这样的户型，性价比还是非常不错的。另外呢60多万还有4房的选择。更多的问题呢，可以看我的朋友圈或者单独来问我。感谢您的观看和关注，咱们下次接着聊。